要鼓励所有小朋友可以来参加新北消防的夏令营活动，防灾西游记，同行向前行，小朋友游戏的方式来学习我们所有防灾的教育，能够向下扎根，浓烟式避震体验车里面得到收获，灾害发生的时候该知道怎么样去做避难。结合了慈济基金会、新泰国中、树林高中提供的非常安全而且非常好的七个场域，总共会有14场，有2800人可以来报名参加，除了可以得到防灾体验包、防灾教育都能够生根在他们的心中，那在灾害发生的时候都能够第一个时间避灾，维护自身还有家人的安全。